那阿牛，哎，爸，那个我出来玩会儿，我先走了啊。别，怎么了？这么看守不管？我不能。啥不能？这，我给你拿网，给别人拿网。我能。不成了，守我也不成了，我给你。走，继续发扬。这好呀，我弄错了，还不管守啊？知道了。那个毛的，守我也不穿，你看看现在。穿秋裤，那不显腿粗？那什么是年轻？年轻的标识不就是要风度不要温度吗？还记得多年前跟你手牵手，你都害羞的不敢抬头，只会傻傻的看。爸，啊，来煎菜吧。怎么样？小伙伴坐上来啊！好，行吧。好嘞。拜拜。这点的号你看，不要红度，不要温度，这冷天的裤子都不穿。